生物课，老师发明了一台测谎仪，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当你们说谎时它就会，没说谎的话就会。严峰，上次家长会你说你爸太忙没来，你爸是干什么的？比老师还忙？是工人。是白领。没关系哈，严峰，每一份工作都值得被尊重，不管你爸是干什么的，我们都不会看不起你的。好吧，我爸是校董。啊，很好。春月，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做作业？啊，老师，我肚子疼。我家里有事儿。好吧，我去网吧玩奥拉星了。哼，一点都不自觉。你们班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等等啊，老师再讲两分钟就下课。三分钟。五分钟。下课吧。Hello, it's me. 生物课，老师发明了一台测谎仪，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，